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绣球娘。今天朋友过来做客，带了一些大闸蟹。他说再不吃的话，大闸蟹就不肥了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吃大闸蟹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区分公母。把螃蟹翻过来看一下，这个鳍甲是圆形的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母的。如果这个鳍甲是一个尖的三角形，它就是一个公的。把这个大闸蟹冲洗一下，清洗干净的大闸蟹直接放到笼屉内，不用这个鳍盖向上，因为它是绑的绳子，就这样摆放着就可以。锅内加水烧至水冒小泡，然后将笼屉放上。很多朋友不知道蒸螃蟹到底是应该冷水上锅还是热水上锅，应该呢把水烧温，然后呢把这个笼屉放上，这样可以缩短大闸蟹蒸制时间，蒸出来的大闸蟹更鲜嫩。蒸十分钟后，关火焖一分钟，打开锅盖。哇，好香啊！把螃蟹拿出来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螃蟹到底哪些部位可以吃，哪些部位不可以吃。把这个绳子解下来，首先把这个鳍甲给它掰下来，这个里边的黄是可以吃的，给它挤出来就可以吃掉。然后这边呢扔掉，然后把这个蟹盖掰开，哇，好肥呀！这个盖呢，它里边没有黄，这个呢就可以扔掉了。这上面这个黄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在这个黄呢翻过来，中间部位这些白色的部分是不可以吃的，这是螃蟹的嘴和心。给它去掉，这个整罐的蟹黄是可以吃的，这两边呢是螃蟹的鳃，这个不可以吃，都给它去掉。还有包括这个白色的这个肺也去掉。很多朋友吃螃蟹把它给分开以后呢，就直接拽腿是不正确的，然后我们要把它给掰开。掰开以后，我们每拽一个腿儿，然后连腿上的肉，然后呢就一块都拽下来了。然后吃的时候呢，先把肉吃掉，然后再把腿吃掉。不会吃的朋友可能先把腿都给拽下来，这样一个一个的都劈下来。劈下来以后，这一部分就没有办法给它取下来了。再这样抠的话呢，就非常非常的难抠了，怎么抠都抠不下来，就浪费掉了。今天有关大闸蟹的吃法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绣球娘，喜欢我分享的美食就帮我转发吧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